嗯，所在迄位咧做工的，迄是即个何家园的头家。头家你好，老板你好。郭晓。这个叫做古西风吧。哦，哇，它藏在森林里面呢，它是都市里面的森林小学。这是他们的花园餐厅。这是我的咖喱餐啊，你看这多人，惊死人。哦，啊，这样是啥？鳕鱼。我有想要做叫一些不一样的。哦，还有儿童游乐区，一栋这个老房子啊，是他们原本的老家，不过呢，现在已经啊，前面呢是一个洋房式的房子，是用三合院改过来的，啊，这是宴会厅。你看，这个景树叶，这个草坪，那么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完成终身大事，就是做草坪的婚。阿哥，我日式料理哦。来，我们家走起来一个叫做日式料理店。这个游泳池有没有在开啊？有啊，有在开啊。啊？好，先洗再放水啊！平常有在开是吧？这里原来也是一个宴会厅。